这样事情，然后因为我个人呢一直以来都非常喜欢这种武侠里边的各种元素，然后从小也受影视啊包括小说的这种熏陶之下，包括我特别喜欢像那个徐克老师做的那种角色的刻画那种能力特别强，也特别喜欢胡金铨老师做的那种江湖那种氛围，当然了还有金庸老先生做的那种构建的那种大江湖的那种感觉，所以说我一直想在游戏中体验到这里边所呈现出来的各种主要的那种江湖元素，因为武侠这个题材是非常难做的，它里边有一个侠的这样一个概念上的东西是非常难捉摸的，然后这个东西其实中国人都有自己的理解，那在这方面呢其实我们觉得还是就是说学无止境，那么我们就是从浅的地方也是进行一个学习或者说是探讨，然后我们就从元素入手然后去呈现，那为什么去选择去做那个具象化的一个角度呢，就是因为这方面的东西，因为像这种飞檐走壁啊，像那种武学的那个学习啊，还有那个这个人如何变强，他们怎么过招的，甚至于说一个侠客在酒楼里边是如何点菜的，这些东西我都想非常确切的知道他们实际上是怎么做的，那么我们也在研究这些东西，所以说这个角度也是我们觉得当前在市面上感觉体验不到的这些东西，那么我们就是想要尝试能不能填补大家这个对武侠这方面期待的一些遗憾，所以说我们就选到这个角度，然后另外一方面是差点被发现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具象化呈现游戏的各个元素其实对于我们开发者来说也是一种挑战，因为它会对交互方面和画面方面都会有一定的就是要求，你才能传达到位，也有一些代入感的一些需求，所以说也是我们开发组对于自己的开发能力的一种考验吧，有道理，也是我们提升自己的一个目标，是毕竟之前像这种武侠的游戏也是非常少嘛，尤其是在这种 3D 的这个展示下的特别少，而且我觉得对于武侠类的游戏来说，就是打斗的场景好设置，包括这个动作姿势好设置，但是你要呈现出其中的这个大侠风范，这个侠味儿，这是很难传达的。确实确实，许巍，你看你要不要给大家展示一下一些这个游戏的特点，要不先来个一两分钟。对对对，我现在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试玩关卡里边，因为这里边主要是我们关卡里边主要是除了战斗之外呢，给大家呈现的主要是这边的一个潜行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方式，因为所有的楼包括我们看到这边有两个人，那么通常情况下我们如果走地面上的话他一定会发现的，因为他们面对面这样的，那你很难就是直接就是处理掉他们，但是像我们这边飞檐走壁的话，我就可以上墙上飞起来，对，我可以找到一些比较合适的一些角度，他们看不到我。哦，很丰富。对，就从这边，哎，我从上面就是进行一个找一个角度这个有点难度，其实还哟，哎呀，失误了，不好意思啊。看出来了，就是可以你的路线可以更加灵活一点，然后我们战斗的过程中呢可以看到有一个黄条比较重要，就是你可以进行一些防御啊，弹开敌人的攻击，然后如果我们还有个拉刀的行为，就是说在弹开的时候如果你推了一个方向可以把它拉到一边去，然后如果是拉刀把它架空的话你就可以进行处决，玩法很丰富。对，好，那我们还是继续接下来问下一个问题，那么因为咱们相处的这两年多时间内呢，我觉得咱们这个游戏的质量提升很快，而且呢可以说是有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大的进步，请问一下能不能给咱们线上和线下的这个朋友们介绍一下，就是你们团队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尤其是从一个6个人的团队开始做到现在，然后呢你们是怎么样做到这一点的呢。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团队其实是从很小的团队逐步成长起来的，然后能够去驾驭或者说去开发这样的产品的团队其实在国内目前来说是有一定的，是很难得的，其实是我们一步一步把人给聚起来其实是需要一个过程的，然后这个过程其实我们也是不断的在向外啊也是要寻求一些反馈，然后这中间其实可能有一些时间点并不是那么合适，但是也给大家看到了一些东西，是这样的，然后是我们人员呢在前段时间呢逐步的也到位了，所以说有些工作呢也可以就是很快的然后开始去处理了，
然后另一方面呢，游戏嘛，开发它其实是一个工程的事情，它不像写作文一样，多写一个字你就多了一个百分比这样子的，所以说它是有一定的章法的。那到了一定节点的时候呢，其实你的开发其实某些模块到达要打磨的时候，或者说可以有一些面貌呈现出来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相对来说就会好一些。像我们现在就是战斗进行了一定的收敛，可以给大家看一看这个效果，就这个样子的。嗯，明白。咱们要不继续再推进看一看。好，我现在就是拿了捡到了第一把武器，所以我的攻击装饰整个套路就换掉了，现在是一把刀。可以看到我现在就直接用，因为我们这个角色定位其实是一个高手，所以我们就直接把他身上的所有武学都解锁掉了，所以说他拿到一把刀之后，他就直接可以用这把刀的武功。可以看到他那个体力空了之后呢，就没有办法进行防御了。对，这个游戏里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说他有很强的一个武侠风格的一个成长元素。那么呢，它的内功啊，还有这些武器，其实都是非常多样化的，也可以相当进行一定程度的一个组合。那么，不过呢，这两天我在展台上观察了一下很多这个玩家，他们有些呢就是反馈这个游戏有时候会有点难。咱们怎么样在设计里面，这就是可能会考虑到这么一个内容的升级，同时也让我们一些可能动作游戏的苦手也能在游戏里面有比较好的体验呢？不知道这个启维有同学有没有考虑过这方面的一个问题？这是个非常值得一说的问题。对，因为我们系统上来说是相对来说有一定的复杂度的，主要分两个部分我们来处理这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首先可能玩过我们游戏的玩家已经感受到了，我们的操作上其实带有一个各方面，比如说弹反呀，或者是闪避无敌帧，或者你的操作其实对操作的要求是拉得比较宽的。比如我们的弹反判定长达0.33秒，很长。对，很长。也就是说我们是其实对于操作的上限上要求其实并不高。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场景中其实有一些不像是锦衣卫的人啊，这个其实就是我们阵营不一样。如果你觉得苦手，这场雨帮咱们遮掩了痕迹，一路上人吃马嚼，总会留下手尾。你那帮鹰犬的手段，要么当咱们是杂草不管混，要么咱们喝酒这功夫就得被绣春刀砍了脑袋。拦得住吗？北镇抚司办案，交出来。Project Jinyue is an upcoming action RPG set in the Ming Dynasty, drawing inspiration from the legendary Wuxia genre. Developed by Liu, the game immerses players in a world of martial arts, intrigue, and historical fiction. Explore a meticulously crafted Ming Dynasty world, filled with political intrigue, hidden societies, and powerful factions. Assume the role of a Jinyue agent, a feared imperial secret police force,tasked with maintaining order and protecting the Emperor. Engage in dynamic and acrobatic combat, utilizing a variety of weapons, martial arts styles, and chi-based abilities. Customize your character's fighting style by mastering different weapons, each with its own unique moveset. Employ stealth tactics to infiltrate enemy strongholds, eliminate targets silently, and gather crucial intelligence.
explore a seamless open world filled with diverse environments, from bustling cities to serene countryside. Embark on side quests to uncover hidden secrets, meet intriguing characters, and learn more about the world. Utilize parkour mechanics to navigate the environment with agility and speed, climbing buildings and overcoming obstacles. Project Jinyue aims to blend the best of both worlds, offering a captivating story, intense combat, and a rich open world. The game promises to immerse players in the world of Wuxia, allowing them to experience the excitement and drama of the Ming Dynasty. While no official release date has been announced, Project Jinyue is expected to launch in 2024 or later for PC, PlayStation, and Xbox platforms. Now you can enjoy all the screenshots without any interruption. Enjoy!